玩的哈。好，过来看妹妹。要把他帮他飞过来的吧。你要自己爬吗？好，快点自己爬。哦，妹妹也自己爬过来了。小王，你自己爬可以哈。可以吗？可以过吗？好，那不等一下，谁先谁后都无所谓了。嗯，就不知道。他们可以四个一起进去吗？四个也可以，反正就是侧边移动这样子，就不会有谁一条线上面往下被炸炸到。好，等一下。那个坐那么高要坐？那是在往上，大人就没有这个安全线的线，因为往上爬可以按扶梯，也可以按那个拉板。好，可以，我去拍妹妹啊。蓝色脚太长了。你要来一个？对。哦，厉害。好。在葡萄。对，好，抓准，来。快成功了，要下来了吗？拍到爸爸的手就可以下来了。拍到爸爸的手就可以下来了。快点。这样子要踩好。好，下来，成功，好，去休息了。你来拍到我的手就可以下来了。好，成功。好，谢谢。请问你们刚才有做攀岩的活动吗？嗯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妹妹好玩吗？好玩。嗯，走吧。我至少不像第一次一样的紧张害怕。嗯，还会摔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需要做的攀岩的墙壁吗？好啊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记得订阅我。水坝国家公园可以带宠物来吗？小心。可以拉扯。